我们要相信官方的权威的媒权威的这个机构，世界泳联、世界反兴奋剂中心，包括中国反兴奋剂中心，都给了很明确的声明和解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，就是靠我们的科学训练，然后来那个就是取得的成绩。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有我们的那个潘展乐，我们也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。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去证明我们的成绩绝对是清白，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包括我们的中国运动员也是，在全世界那个兴奋剂检测次数是最多的，并且我们一直在大力的配合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。